你好，过来了吧？给你抹布，我看这个杯身上。这个杯身上。这是假牙吗？不值钱吗？假牙不值钱吗？这说了啥意思？你会值钱了吗？在你的印象中，医院能值多少钱？就那，200到500之间。一五，一13块，总共是13块，对吧？数量。啊，对。200，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医院2000年之前确实是1-2百块钱，但是现在涨到500吗？那你现在能涨多钱？具体看品相了。哦。嗯，对，这是在哪弄的？看来不是你的啊。啊，不是我的。啊。这个东西是，俺干爹送给我的。那天我上他家玩去了。嗯嗯。走了，临走的时候，他送我10来块这，然后我当时很懵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哦，他说你放着，家传的东西。干爹送的。对。看来咱这干爹家里边家境条件比较好啊，能送这个一出手10来块的，确实比较阔绰。他家庭条件，工程师应该是。哦。工头。工程师。对，工程师。那确实，我给你简单的都看了，这几块医院，13块医院都没问题，全是真的。真的吗？对，然后你给我报个价呗。有一块小偷，这7块是扁池，有磕碰，有戳击，还有戳。这样的话，估计你像现在回收的话，也就1000块钱左右吧。一块1000吗？嗯，对，1块1000。那这东西也不少值钱啊。那你这7块7000，就像这样的没毛病了。这是1200，6000。6000、7000加个800，也就13000多块钱，不到14000。这是，对，这是他目前的一个市场行情。哦，14000吗？对。那个干爹送这东西也太贵了吧？那你这个东西平时也毕竟是亲戚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感觉送这个确实，你要是照一般的家庭来送的话，确实有点小手武器。对。他比我干爹平常对我也可好，好送我东西。哦，关键这个东西，你说是1000、1万多，我咋感觉都是假的呢？你感觉假的不假？我看着没啥问题。东西除了有点品相不是好，好送你东西，平时送的都是啥？像那护肤品啊，都搁咱那个专柜里买的雅诗兰黛的、迪奥的香水，然后口红啥的，然后都是俺干爹送我的，我不想要，他非得送。然后我也担心俺老公知道，俺老公知道俺这个干爹，然后也见过，都是对他印象不太好，对他有意见，我不知道有啥对他有啥意见。然后这个东西你说是10000多，我有点不敢相信，我老感觉都是他就是假的。我跟你说有啥意见吗？男人的直觉告诉自己啊，这些东西确实，不可轻易接受别人的，毕竟是10000多的东西。你像平时的那些香水啊，就像你说的那个化妆品啊，估计也不便宜吧？我不知道。无功不受禄啊！我都说呀，我都不想要，他每天都能塞给我。啊，对对对，这些东西咋说啊？东西是真的，没啥问题，就是看你咋处理。那我都自行处理，然后我都当他是家里了。当他家里自己溜溜。对。自己亲人啊，有点。那溜溜之后，就是放着时间长了，会不会更值钱？这个东西将来可能会值钱。可能会值钱。对，因为你毕竟比放现象啊。哦。就目前你这个，你感觉是非常有收藏的价值。啊，对，可以收藏。啊，这个东西本身就是玩的嘛，有钱了，对不对？这何况是别人送给你的，更可以玩了。发现这个东西也不能因为这一点东西是吧？生气。反正店老板知道不多。好好好。那行，东西没问题啊，下人想出的时候随时可以过来。好，嗯，那谢谢你，我先过去 啊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